呢邊嘅 B 是安怎？这个有一点像阿摩利亚的味道啊，这就是氨气，它、这个浓度浓到是你已经没办法，几乎很难呼吸。另外就是它浓到已经眼睛有一点，有一点这样刺刺辣辣的。 看到的这个都出来了，嗯，对，所以白色就比较不一定，测一下就知道。啊，这个那个是一定懂，哎，对，它最重要的污染是懂。所以有时候他们都会说浓度实验没问题，然后我们的有时候就是跟他讲说，但是我们现场看到都出来了。这个位置被那个没有良心的业者埋了不知道多深的这个废铝渣，现场几乎所有人。 大概没有办法待很久包括我个人在内，我们没有这个口罩，几乎没办法戴下啊，即嘛就敲电话，哎，我甲你买租厂房哦。啊，即嘛咱即嘛是讲想讲，若要甲咱租，咱就甲讲。嗯。回电话好啊，约时间要来看。哎，对不起，唔是我要看的，阮的经理要看。你拢讲因的经理要来看，啊，咱就约来看。啊，一看一看咧，哦，足好，他就一下子把钱丢给你了，不管你怎么样。嗯。啊。 也不知道他干什么，你问他有没有名片，你们看他有没有知道？他说好啊，我再给你啊。咱这趁食人是想讲有厂房有人要租，啊，咱是不是就真欢喜？付一个定金加一个月的租金给你，安尼尔。一两个月，堆满就跑。啊，这么堆满了就跑了，你要跟他联络，你安怎找都无。我去报案，去康保局去十外抓嘛无效。伊讲啊，恁左右关系甲无关系。啊，讲有哦，有迄土尾间咧吃，有土船长讲土有出无入，废弃物有入无出。啊，那我讲我害啊。恁是咪费用还要1000块承租对无哈？清运了阮家，啊到时也堆满了，伊就叫环保局。 卫生检举的对啊，意思讲阮才有囤积迄种废弃物，啊变做个环保局就叫环保流氓个清，伊就动变四清，啊四清个清的时阵，个就摆个厂房，哦就是咱拢重复你遮物件，就是重复你啊加来加去的物件。这铝渣遇到水以后。 会产生阿摩尼亚跟甲烷，那我们现在闻到的味道就是那个阿摩尼亚的味道哈。那我们知道阿摩尼亚其实它会对我们的支气管，或者更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的健康啊。整个大高雄地区总共有6家受害的居民哈，也就是说有6个受害的工厂，那总共大概被堆置的。 5700个太空包，很恶毒啊！我敢这样讲的，而且这不是说1、2年了，已经好几十年的那个了嘞。我们这种废弃物已经好几十年了。无良业者，无良业者。